主播笑了，算了，男主播好恶心哦，这个不行，这个好，我都看不下去了。男主播被笑了是什么感觉？有点危险。是什么鬼？上阳台是什么鬼？上阳台是什么呀，晨晨？欢迎小钢炮。什么？这扇子是皇马的，这明明都是我的，好吗？我新买的扇子啊，谢谢关注，没看过，没看过。晨晨哥要带我看一次上阳台吗？干毛哥你知道吗？欢迎拼搏，我是不会还的，我的扇子不给不给不给。
什么意思啦？说了没看见啊，我没看见啊。自己班是不是被屏蔽了？没有看见，没有说。是什么呀？是喊名字吗？是在阳台上大声表白吗？我怕这个上次我量过，他也不说话。什么呀？什么？又傻又单纯，放心不下。一般我都没有听过这个上阳台的惩罚，好吧？怎么会罚我上阳台呢？你刚刚给我发我那啥，然后跟一个小姐姐在说话呢。你今天怎么不一样了？啊？欢迎黑色帝国，我怎么不一样了？啊，我没有。我记得我们是不是连过好几次啊？对啊。啊，我是好吧。别忘了。欢迎小林子，你今天有点不一样。啊，我们玩什么？我们玩什么？我学了一个新的玩法。什么玩法？就是输了就说那个十个器官，就是带紫的器官。带啥？带紫的。带紫？嗯。哪里带紫？啊？什么？就比如说鼻子是个器官，对不对？它带着紫。不懂，有点懵逼。啊，那玩什么？你说玩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呀。我是不是连错人了？我怕我挨揍。你家多少人？我家现在没什么条件，就是这两万万。那别了吧，我妈呀，你家还没什么条件，我的妈呀，被那个你后哥哥被他揍的，我这是揍不大了都。我们家哥哥过去了。我家小主的意思是啊，你说大毛。他是晨晨送的爱心。器官带紫字。带紫啊。初音不困吗？不困。我是咋跟傻逼似的呢？这是咋不会呢？谢分享。欢迎林黑狗。说十个，就说鼻子和眼睛啥的呗。
对，眼珠子啊什么的，就器官必须带子啊。哦，鼻子，然后还有什么？关键是器官哪有那么多字啊？有的呀，就鼻子，就鼻子。